WCC 这样讲也是对啊，单分之后，然后开连开两颗氮气，只是那两颗氮气要开很久而已。克这不是一一吗？哦，粪土的对决就对了。哇，这一张我有稍微练一下哦，应该是不会输的哦。不过他自己选的战应该是对阵很有把握。好，对决了。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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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村村了，他没上去，我好想看他视角哦。天哪，我超想看他视角哎。我还以为是我们两个会一起扶上去的。刚刚对手村村了，没看到没关系，我们等精华。我觉得两个一起没上去应该会更好笑。下跳团没定住，没有失误了。刚刚下跳团那边失误了，因为我之前也没有跳上去过，然后在下面弹啊弹啊弹啊弹。你今天冲了吗？差一点，我刚才是弯七扭八了。哎呦，哇塞，要输了！这一撞，追一个，追一个，追一个，出事后追。春势逃伐，哎，没满，怎么样？被虐了，刚刚在极速没看到。没事的，飞啊！那你看到 bug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触发，就是需要一点点巧合，加你的时速要很慢很慢很慢，不然麻将吗？不会，老了老了，真的老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老。这一场，我年轻个五岁。起来，不给机会 ，nice。年轻五岁的我还是很老，年轻五岁我
你们还是应该一堆还不还年轻吧？穿战袍衣。他被我撞下去了，天哪！不会啊，九代还是有九代优势啊，比方说起跑，当然不是，当然是跟时代没有改的情况下，九代的起步啊，还有他的手感，是不会差太多了。我不是故意撞他的。好了，换关了，换关了，好不好？跑个粪土好了，跑个人跑粪土了。看看怎么跑，我觉得这关游侠九好像比较厉害，他可以抢起跑。哎、欸，对手是绿改。怎么这么多人喜欢跑海滨啊？
简单，然后又可以多飘吧。我一直以为国民土就有层高，现在大家都选海滨。2200了，慢慢爬中。